10月下旬了，Tara 又来顺路拜访。这个小花啊，草花5块钱的还没卖完，但这里头有一个好东西，看看。我曾经5块钱买过哈，就一根儿，很单薄。那个时候打折的，就是状态不好的打折，现在是最后一盆了哈，这状态相当好，5块钱。另外还有鼠尾草、装饰草、景天。大盆的，就这些了。今天要说什么呀？今天说的不是他们，今天要说的是这些所有的，它叫 flowering 开花灌木，都10块钱。看看 PW blooming easy，这应该是最后的折扣了啊。状态相当好，刚刚从这个 Sheridan Nursery 另外一家花店出来，那家花店的状态差一些，这个要好很多。看看。有什么品种？Also Easy Urban Legend，开花不断。你看它原价40，现在10块钱。还有这个也是 Also Easy Mango Salsa，橘黄的花儿。还有很多含苞待放，估计这天气太冷了。开不出来了，不仅花骨朵多，蚜虫也多。回去的时候，得蚜虫很正常。你即使这干干净净，什么问题都没有，你搬回家，搬到院子里，放到院子里的也会有蚜虫。你家院子里没有的话，邻居家也会飘过来。所以花园的虫子呀，是互相抑制控制。有点虫子没问题，问题不大。就剩这两种了，两个品种，状态都很好，这还有好几盆儿。再来看看这个金黄色的，哎呀，这个我也喜欢，这个我喜欢，也是 PW 品种，是秋天开花的灌木，也就是这么矮，低矮，比较高，1尺高1尺，2尺左右。实际上有两个品种，稍微高大一点的是纯绿色叶子的品种，已经开完花了啊，现在都10月下旬了，明天就要上冻了。这个特点就是金色的叶子，怎么样？我又动心了。和金色叶子相对比的是红色叶子，整个夏天只要阳光充足，这个叶子就发红，而且它不是纯色。这是 Barberry， 原价也是40块钱，难得吧。 Rose Glow 和 Barberry 类似的也是 Purple 暗红色，这是 Smoke Bush，中文叫它，不是叫它鸢，不是叫它烟，叫什么？中文叫它芦树。木槿也都是10块钱一盆哈，都是 PW 有牌子、有头有脸的牌子，也是过了花期啊。白色品种，你看原价也是40块钱，这原价真敢叫。哇，这还是彩色的，还有一些藤本植物，常青藤。这个是 Virginia Creeper， 现在变色是落叶的，都是10块钱。怎么样？剩下打折的植物，你对哪些感兴趣？我对 Rose 感兴趣。欢迎在下面留言，谢谢收看。对了，那边常青植物是15块钱，状态也都不错哈。常青植物状态相当好，15。虽然对常青植物喜欢的朋友不多哈。但是每个花园都不可缺少，特别是像北方啊，多伦多这么寒冷的地方，你冬天也需要一些植物装饰。你看它原价是40，卖15，这个原价呢50。金色的 U Sunburst 也是原价50，阳光充足，它就是金黄一片，你仔细看。仔细看，特别是喜欢盆景朋友啊，可以给它造型啊。还有做篱笆墙的灌木，这么大也是15吗？原价70，我天哪，这是好 deal 啊！70到15是多少折？什么想法？欢迎在下面留言。谢谢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